潜水扁的，然后现在也泡在那个医疗器材那里，就写意外脱胎嘛，就是当初那样那个又跌到过那边。哦。对对对，我那时候看到我就觉得哇，就是太，我的那个太奇了吗？是痛过什么？没有没有，然后就是已经挂在医疗上面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八十六年出现英文那种感觉。对，可是有点政治语言啊。我是想说，是当时想透露一个，那可能在参加当时的一个庆典活动，然后就是在游客呢，用这个当个主题的祈福这样的，什么吧？因为不知道是那时候是怎么样。这的确政治人物的点都是会，新的总统都会放在很明显的地方。是的，我自己看下来的感觉。啊，这个只有陈水扁写一些，一个写一些，因为他写英文对我印象很深刻。啊，其他都写啥？他大概就是写一些什么子龙不风调雨顺，类似的啦，类似的啦。然后就是那个扁额是一个很妙的地方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那个侧殿，它是专门供奉那个什么。然后这个也是很特殊，然后这个就是说可以招财。如果大家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就到那里可以拜一下，因为大家的虎爷好像都只是在。就是比较低，然后是在不会有特别的一个电视失败。哦，所以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地方嘛。可以问一下虎爷为什么？虎爷很。